麻烦请现在各位自己的档案哦，自己先领取存取，请你先打开，请你先打开，打开之后呢，请你点这个下载。因为请问各位，你是不是还是希望带回去这个 PWVX 档案？ Tableau 做完之后所形成的档案叫 PWVX， 它有两种形式啦，一种是 TWB， 一种是 TWVX， X 就是包含资料。好，那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哦，我现在的这个档案我并没有显示工作表，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开放让别人下载 Tableau 工作簿，刚刚设定这边不显示工作表，对吧？只是这边我看不到那个工作表列，那是在网络上。好，那可是我又设定开放允许下载，所以人家下载下来的这一个档案，请问有没有很多张工作表？有。我们现在首先请你先点这个 PDF，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此工作簿中的特定工作表跟此故事？好，这边请点此工作簿中特定工作表，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因为你开放让别人存取嘛。好，然后存取，然后这边是有看缩放，缩放请选，请都不用选，因为你本来是什么建议就是照单全收，然后接下来下载可以吗？就是全部先下载下来，赶快这个 PDF 档下载好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档案，里面有很多很多页。好了，接下来第二个是简报档PowerPoint， 一样，此工作簿中的特定工作表的全选下载。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Tableau 工作簿，请点它。然后呢，你下载这个工作簿，他说版本有看到吗？版本，好，我们设为 2020.1 这个版本好了，下载。好了，所以我们现在下载了三个档案，可以吗？好 ，PDF 没什么要讲的，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可以吗 ？PDF 档我讲就应该大家都知道 ，PDF 档我就关掉喽。这样有没有加速你去完成一份报告？有。好，这个档案我关掉了。然后接下来麻烦请打开这个，好，接下来麻烦请点登革热分析的简报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它主要就是一个表格或者是统计图表就放在一页里面。刚刚是不是下载，来去看你的下载是不是有这一个 TWBX， 因为你用 Tableau Public 它只能产生 TWBX，它不会帮你存成 TWB， 专门回到刚刚的这个伺服器上面。赶快把它设定，这个显示资料表关掉，然后允许存取关掉，可以吗？因为剩下你只能看我做，因为我有正式的 Tableau Public 那个 Desktop 这个版本。好，资料在这里，请你看一下。请你看我做哦，滑鼠右键我有这个功能解除封装，它其实看起来不太像封装，其实它里面它是封装，它把资料都封装进去了。好，我就点解除封装，解除封装之后它就产生这个资料夹，那资料夹你刚刚要进去里面看哦，里面资料在这里，这个就在这里面。那你会说 Hyper 是什么？ Hyper 是 Tableau 内建资料的连接，一种传输方式叫 Hyper， 只是一个资料
他就是要把它包装成他那个样子。如果你今天是用 desktop 来去做，我给你看我做的。2021年8月9号，长荣大学成品。好，我先回到这个地方。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2021-08-09 描述性统计点 TWBX， 对不对？滑鼠右键解除封装。好，是不是产生了这个资料夹？这个是刚刚5月3号4:27产生出来的，快速点两下 ，data example 资料在这里。这个网络的设定一定要设定两件事，第一件事，这个设定这边显示工作表跟允许程序。好了，我们现在请你做一件事情哦，请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自己去检查一下，你是不能下载。你应该知道你这个名称对不对？这个名称你应该知道，我叫做登革热分析背景2022-05-02，还有作者是我 ，teacher 点上零，可以吗？那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等一下你是要去查询你的哦。好了，请现在把这个人登出。请问一下，因为你已经登出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再去看你这个下载，重新整理这个网页哦。好，你现在再点这个下载，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这个 table 工作簿就没有办法去下载了？就是你会做到，就是说不允许别人下载这个 table public 做的档案就好了。我们来去检查一下，你到底刚刚做的是不是如此？你可以。你自己有空的时候，你在这边搜寻，然后像我这边是不是叫做登革热分析，然后 dash 2022-05-02 enter， 好，我就点它。你看，我就只能看到他做的故事，可是他有很多张工作表你都看不到。再来就是这个下载。table 工作表就关掉了。好，最后一件事就是点这个搜寻，然后直接在这边我们就输入登革热。当你打了登革热，你看这边总共有634张，有14个作者做出来这样子登革热三个字的主题。听得懂？你看，不过讲来讲去大概也都在讲这。就像例如说这个，有没有工作簿？他有没有放工作簿？好，那接下来可不可以下载？不行，他的PowerPoint。此工作簿中特定的全选，然后下载。就是它有感染地图、全球地图、年龄层分析，可以吗？可是这个比较没有关系，是因为这已经是一张 JPG 图档了，这已经是一张图档，图里面我知道图可以塞，可是绝对不会塞你的原始资料、分析资料。